那个谁来抽歌？抽五颗星来看看。你是？你抽。蔡小五来。我去鉴定人员。小杰，哇。哇，可以顺便表演一下。哇塞哇塞。抽一个三颗星、两颗星的哦，刚三颗星被抽走了。这个好吧，抽两颗星的，两颗星就 OK 了。新手应该手气会不错啦。新手，来，新手上路，来个自摸，所以，耶，所以，耶，认错。对对对，这怎么会两颗星啊，队长？这首歌超高的，我觉得这蛮难的耶。哪个都会唱，哪个都会，完了。那真的一颗星，来三十秒。国歌来的，好的 ，OK 的。先选我十分熟，你十分熟，是我来赌，我来指挥。我八分，我八分，我两分。你指挥，我指挥，你指挥，十分。因为他歌喉有问题，我两分熟，我两分熟。我唱第一棒，我第二。那我最后一棒，他两分熟，对，两分熟唱第二啊。年，整个我们两个比较熟，以他的年代比较久，压前后，比较前后。你不要第三棒吗？我第四好，你第一首你一定要压第一个，压第一个，压第一个。你第三 ，OK， 第三，你节奏清楚，对，拜托，我去，好不好？男女女男，准备 ，OK， 预备，一二三，叫叫叫，默契太好了。好了，到底怎么样呢？来，准备了啊！天才金奖 ，Ready Go！ 一哈！马国杰，完了，你不要太陶醉啊啊！我有认错的感觉，你随时要看我，这样啊，你这哎。I don't believe it， 是我放弃了你。天哪！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。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，好期待后面的高音部分。不必让你伤心，却刺痛自己。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D， 他们都慢一拍耶。这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啊！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？让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自己错误的决定，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？让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，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？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OK 吗？哇！我觉得啊，你们会杀死他，最少75分。你们真的会想杀死吗？你这首歌连我从头到尾我都可以唱的，我想评审的标准绝对不一样的。对，而且你们指挥在指的时候，他自己的 tempo 就慢了大概半拍。有慢吗？是慢的。所以你们唱出来又更慢。你们没有一句是跟在 tempo 上的。是吗？你这么简单的歌，没有一句跟在 tempo 上，你觉得我们评审大会会怎么说呢？你觉得可以达到60分的标准吗？我觉得有点难。应该是超过。我们也给他们好。我想。在我们还没有金曲回顾的时候，我们一人给他两个字。好 ，OK。恐怖，动容啊，动容，惊悚，无聊。有我也给他两个字，下流。喂，怎么会？什么下流？不过我现在有个问题，为什么我戴着耳机，我只听到有人在尖叫？尖叫，因为他有高音啊。是谁？高亢的地方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蔡小杰，蔡小杰，我整个 key 都被我拉走嘞，有吗？真的没有，还好吧？是你们都在唱不同的 key， 对，鬼耳机，你们还有 key 吗？你们自己是人是，有 key 有 key， 来，有那么金曲回顾，请看，怎么会有？
牛仔很忙啊，在操作啊，没有认错的感觉，你随时要看我的啊，你就哎。I don't believe in， 是我放弃了你。哇，这么很好啊，很好啊，这么没有对到，国贤哥这个表情怎么可以好像很好啊？你有在唱吗？以为这次我可以接受你离我而去，非常好，哎呦，还可以哦。不必让你伤心，怎么了？却刺痛自己，两眼发直哎。哇，这是有伤心的歌，认错，他在认错。傍晚七点的台北 CD， 他们都慢一拍哎。这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谁生就谁生，有事。很好啊。I have myself， 也整夜追逐梦中的你。哦，真的是。而明天只剩。还说你很熟这首歌。你唱的比白宇好到哪里？因为小杰他走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，我不愿意。我选择你在干嘛？你的拍子不够清楚啊，真的。他太投入了。你找个时间去洗一扫吧。我要怎么告诉你我爱你 ？Q 慢了 ，Q 慢了 ，Q 慢了，后面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？是哦，跟到了，跟到了，到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你有在唱吗？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那有老痰要卡住，唱歌有老痰，这也是要，这是要拍一下。对，拍子是不太对。错慢了一点，我的嗓子要清干净嘛。你又不是史蒂夫·汪达，哎呦，史蒂夫·汪达，想喝橘子汽水的。哎，整体起来还不错，真的。整体，你的拍子真的不够清楚。对对对，我们还要猜半天。我们超有成就感。我们请罗文聪老师好好帮我们讲评。罗文聪，来马国碧啊，马国贤。哎，国贤，你这个词汇很跟人家不一样。很不一样的风格哎，对对，我仔细看一下刚刚那个回顾，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哦，在指挥好像不知道是哪个门派，是是是，而且很快很慢，突然，对对，你那个眼神是想是不是太狼了？因为我自成一派，所以这些团员哦，真的都被你影响了。你虽然很矜持，但是那个速度实在是很难让人家好配合得到。对对对，但是不错的，他很矜持了哈。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晨晨哥，哎是，我觉得今天呐、啊。如果说今天分数会高的话，应该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啊？为什么呢？假的。最后第一句是你唱的，最后一句也是你唱的，哦，那有始有终。你看那第一句唱的多有力量，音多准啊！我有认错的感觉，你随时要看我，你知道啊？你知道哎 ？I don't believe in， 是我放弃了你。再讲下去看我们家。可惜，第二棒完全把你的分数都拉下来。那第二个这个小杰啊。哦，你那个出人命的唱法实在是让他很恐怖，好像有命案。刚刚哦，真的，其实你的队员真的被你的影响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吗？布丁姐姐跟这个 Gino， 我觉得他们音色都很不错，音质也很好，感觉是个唱歌的料。但是你那个拉长音那个好像上吊的唱法，实在是让人家不是，你知道，因为我戴这个耳机基本上听不到任何环境音跟音乐，我真的听得到他的尖叫，你就知道他的穿脱力有多强。我整个就哇，对，因为他刚才唱京剧，我都黄份了。我的音最高，说我一定要就是担着责任要上去，慢慢讲。你很力求表现，可惜哈，拖累了这个队员，好不好？然后那布丁姐姐，我觉得你的音色真的很不错，我觉得声音很好，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音色准的。真的？也是从第二棒开始就有点乱了。那君呢？我是觉得他唱歌是最深情，以这首歌他是非常认真想把感情唱出来。他真的想认真。有看到我的 inner， 从里面唱每一句的 key 都不知道唱哪一个 key。画面到他都觉得每一句的 key 都不一样。发现只有副歌手，后来才发现。他还不知道多熟。刚刚那个最高音哦，陈晨唱很认真把它飙上去。队长那个超厉害的，感动。我就是因为那句他还能老弹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那句上去之后确定有老弹了。其实都老泪纵横了，有一个老弹就出来。
可是最起码我没有这样看啊。为什么没卡到那么头？这点加了点分数，很不错了。但算有始有终了，还算是真的。好了，但是其实中间其实观众听到耳里，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评审公不公正，我们也很要不要自由公断，对啊，人心啊。来，评审按钮给分。78分。对，加油加油，快点！哎呦，很快很快很快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七十五，谢谢评审，评审公正，70-60，恭喜晨晨队获胜。我想这个要猜到，我跟你讲，我不骗你，比中乐透还爽。还有会呢，斗智，然后呢又猜又讲究了团队的默契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这个人啊，没有什么上进心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你没有什么，你没有什么感受。所以他不会在我们这一队。我也会觉得奇怪。不好意思，赵伦的赵伦的没有办法。但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猜了。好，那就好。我猜还蛮强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来，晨队先攻。好。联想 Temple， 哇。一开始就是基诺来猜啊 ，Yes， 抢答哥投手来，第一棒白云哦，晨曦，晨哥，还有布丁，布袋姐姐，布袋姐姐，好，布袋，来了，准备了，好，布袋，准备了，准备了 ，Kiki， 等一 Kiki 啊 ，Kiki 啊，哦，来讲答案，那我要带，我们先看，我们先说，好，先眯一下，哇，好难哦。怎么了？哇，你演的太假了！这个难，这个很难哎，很简单呐。这么新的，没有。来，你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以雨柔的智商是难的哦。啊？哦。我们悄悄话。没有，他说很难，我这样光讲一个重点，他就已经知道。往那个重点走就简单了，好不好？那跟我讲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都看到了，因为这题太简单。这我讲，这一题很简单，我过去贴上去跑回来就要开始了。你要跑，你自己讲，你不要摔打啊！我才叫你一起就摔打，不担心。你会伸脚吗？来，那开三刀带来。我专门开东西的。他是刚刚的匕首，这么气。来了，准备了。好，我预备动作做好，很想出手，因为过去完就联想 Temple Ready Go 嘛，啊，连上去开始呗，预备，加油！你把字遮掉了啦，好了，准备了，好，来各位，快点，联想 Temple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沙漠一条长长的，有毒而且很吵，并会动。德州最多，不要笑掉，不可以笑，不可以笑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来说什么？一条长长的，在沙漠，有毒而且很吵，很吵，屁股会动，屁股会动。德州最多的，德州有沙漠，德州沙漠最多。30秒，我已经前面想了，谁讲？他们没讲，我也不能跟你讲。他们没有讲，我也不能讲，好不好？还有15秒，可以讲几个字？一条长的，现在不能讲几个字，因为你们都讲完，你们都讲完了，你们中间有人说的吗？对，你们中间有人，但你们放弃说了，因为你们觉得太简单了。还有5秒，4、3、2，是一种生物嘛？对，这两个只有两个可以选，一个是响尾蛇，一个是蝎子，是哪一个嘞？答案是，告诉我就好了，不要看。我知道你喜欢有小动作，跟哪个讲就好了。18，蝎子，蝎子，很吵哎，怎么吵？一条长长的，你忘记长长的是什么？蝎子会一条长长的。哦，慢了，我等一下，太简单了，一条长长的。好简单呢，有毒很吵是什么？怎么蝎子？等一下，响尾蛇当然是响尾蛇。蝎子，我讲话讲得上沙漠很多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没有说沙漠。你他这个蛇在沙漠，我是主持人，不好意思。德州真的很，德州有个地方叫做甜水镇，甜水镇呢每年产出很非常多的蛇，他们有个节日叫响尾蛇节，现在已经到50周年了。你怎么？最多每年都有新闻，可以去那里参加这个节日。漂亮！我刚才听的过程中，为什么你那个台湾国语那么严重？
德州真的很多、啊，德州真的很多、啊，真的很多、啊。你好，有点大舌头了，你。因为我去过那里，怎么样都不会德州，德州每一年都有个蒋伟德地哦。没有，你们前面我都想要响尾蛇，为什么变蝎子？是因为陈哥哎，你怎么？陈哥说的屁股会动，你说屁股会动啊？我超响尾蛇尾巴，响尾巴动惨了，尾巴，他不能讲尾巴。蝎子你要讲尾巴、哦，可是我没有，讲屁股会动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应该讲说屁股有声音，末端会动，漂亮。我刚刚就刘宇讲，他想要屁股有声音，因为他没有动也没有声音啊，他这边动才有声音啊。对啊，他这边动才有声音的、啊，蝎子也有啊。蝎子啊，蝎子的声音，蝎子的声音是什么？进口来。你没听过吗？蝎子来了，你是第一队来的前辈吧？这个乱猜的，蝎子来了，你这没有道理啦，讲蝎子没有道理。我还以为把响尾蛇，我后来改了，真的没有道理。一条长长，不用太懊恼，我知道你很好强，没有道理啊，真的没有道理。来，要不要换？怎么换？要不要换棒次？一二三四，还是我猜吗？什么话？不要不要不要你猜，不要你猜，你还没讲，不要可以啊，谁猜？我猜吗？你猜你去，我猜，接棒。他那个呢？我猜啊，还是接棒，接棒。好，都已经换好了，江晨曦在，是，好，你来猜哈，好，来了，哎呦，你第一棒啊，要血池对不对？哦，气死我了，第一棒就让你猜中，其他人没气吧？帮忙拿一下香尾蛇，好，还演男的，可恶，来了，抽签，笑演的你，好可惜，好紧张，讲啊，哎呀，好可惜。太简单的一题，我想要派技能出来抢分哦。简不简单？哇塞，这重分，这是哎，你们这是吗？如果技能他没有，太会了。第一个还没讲到重点，这个猜不到不应该。这是表示说可能是你们抽签抽的好，但是答得很烂。对，真的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准备好，这一题哦，我过去，你不能跑。好，我不能跑，跑的话就错 ，out， 好不好？来，我准备，不能跑。不用，来准备，理想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台上打架，可以只穿内裤，两个人很用力推，两个字，珠穆马场，起舞，好，加油，很清楚，他们会再 repeat 一遍，很清楚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，不要说加了天珠哦。在台上打架，在台上打架，打架，穿三角裤，可以只穿内裤，穿内裤，漂亮漂亮，两个人很用力的推，用力推，两个字，珠穆马场，两个字，珠穆马场，哦，他有没有在看啊？是，不要讲话了，樱木花道，樱木花道，不要讲话，更不要平常日本的吗？不要讲话，我不能讲话，你问我，我问你，哎，是日本的吗？我没告诉你。打架，而且只穿内裤，只穿内裤，内裤，对，然后很用力的推，很用力的推，很用力，对，而且很胖那一种吗？不能告诉你，简不简单？是不是？不要问是不是。天哪，我知道啊，很简单啦，他故意做。一，相扑啊，厉害，简单，对啊，这么简单，相扑。我已经懂，你假装太老一辈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说是珠穆马场。你上我下，比我还夸张，珠穆马场不认识。你说我就讲到下，要怪陈陈啊？等一下，陈哥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两个字，相扑啊，没错啊，内线裤啊。为什么打我？那我们会讲撒盐呢？我帮你打他们，我帮你打他们。谢谢奶哥。他们没有讲。是一种擂台，两个人在上面打架，它是一个擂台。你看，摔跤没有擂台，两个人打打打打打打。他们没有讲到擂台，在台摔跤是在台上打架，没有相扑没有擂台，没有擂台。相扑就是一个场地，那个叫做什么图表，对，那个叫。哎，我第一个就说在台上打架，哎。对，那没听到台上他不懂，那表演还是台上啊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你先讲有必杀技，我一定要讲武藤敬司，你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是谁啊！你讲瘦神来卡，我知道的，瘦神来卡。珠穆马场其实最多，你讲后队也其实厉害，不知道谁啊？代表是摔跤这个竞赛最早的日本的具代表性的具代表性的人物啦。就像王贞治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好不好？棒球。对啊，那所以摔跤跟相扑不一样的东西吗？
不看你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们讲错了啦，因为摔跤是有摔跤服，是紧身服。他不能只穿内裤，对啊，不能只穿内裤吗？他们也不用用力，以前有只穿内裤的，是用力有没有没有讲过？摔跤是有紧身衣，他有紧身衣，也有穿三角，随便他穿。对啊 ，sorry， 我知道，地频道有播。好了，真够困，还要比什么的？各位观众，不要比了，比机会，比机会交换。好，现在准备，很难说，很难说。哎，我先请问一下，刚才那个，如果我在我那边的时候，我不说两个人用力推，我说他不是相扑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摔跤啊，对，我讲他不是相扑就好，三句吧，他不是相扑，对，就是。如果我讲不是相扑，你会知道是摔跤吗？也不会，摔跤摔跤比赛吗？摔跤比赛，摔跤他听到猪肉讲到说跆拳道，跟谁？跟谁？好，各位，我自取其辱啊。我们强调一下，这个联想 Temple 真的非常的刺激啊，非常刺激。我也想，怎么样也想不到，我们两题都没答对啊。但是呢，不能用接词。我都想到了，奇怪，你没有想到。不能用接词的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尽量好，加油了。现在请抽题。很难说，很难说，结果很难说，应该会平手。咪牌啊，这张好了。咪牌。这张的不一样。什么什么？哎，你们那两题好简单呢。对啊。响尾蛇相扑的。是不难啦。鼻梁一响真的不难。摔跤不是相扑。摔跤。摔跤。睡觉，舞啊，这么奇，这也没很难呐。其实有点难，但是老实讲没有，其实有一点难度。那个很容易讲到，很容易讲到里面的字。对，但是我相信真的不算难。讲到通告费扣一千哦，因为不可以讲到。讲到里面的字，通告费扣一千哈。蔡小杰，小杰，好吧，那个蔡浩杰，你讲到，你讲到就对了。你扣一千，我就没有通告费。你讲到三个字，故意的。你讲到做对，通告费加三千。讲得不清楚，哎呦，你现在谈外差就是，现在飘了的，好，准备，来了，预备，看好，喂，别打，一旦起跑点，预备，开始，好，太简单了，预备，哎，容易，我紧张，联想 Temple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一种古代的农业技术，两个字工具。新加坡有地名，它是一种交通工具，叫古兽，有两个字。你太长了吧，老板。各位观众，您猜得出来他们形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吗？天才冲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一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。